本正，周之正文及其毕也，后世不知其成。大夫古先逐一时之术以明示民，民始获教，百世之说以兴。其言曰：天下可为也，彼之正仁矣，反于义；此之正敬矣，立于中。我其周从乎？曰：周不及殷，其殷从乎？曰：夏，曰禹，曰陶唐，曰三皇室，曰岁古之初。破孽情，是淫志，知辞着正，分稳纠涉，以辟民和，以导民乱。呜呼，道之去世，其中不可复矣乎？长民者发一号，施一令，民莫不斐然非矣。委不可守，具变而从之。辟将士千里，及门而复，后虽哭哭，绝不可计。缘其始，故有起之者也。闻于诗曰：古之君天下者，化之不是其所以化之之道，及其毕也，义之不是其所以义之之道。上中至，忙乎天运，遥而神化，道之行也，其数矣乎？